他现在在几天回台南？对啊，你不要，伊讲伊白河啊。不啦，我是讲张瑞斌的。哦，你讲张瑞斌哦，我只好张瑞芳的。啊，我最近就没去啦。你也无去啊？没有啊，我咧讲，怎么今仔做过来？我没做过来，所以我都无去啊。 我无食到碰西西啊，搁咧。啊，你讲八点，你讲八点对吧？啊，搁到饭无啊？搁两个还袂到，一个还袂到。
不是那个在地在女的，对他还没教，这个也还没教，啊，周秀贵还没教，他要停，他要停啊，哦，他要停了，那就不要了，对啊，没关系。打个电话看看吧，看看怎样。那这样几个？几个？八个？十七个？那是秀贵不要的话，就十七个。那你昨天安尼钓个鱼的心情啊？钓啊！你老的个心情好来上课。你有老师教的戏，那个心情很那个不准的。是啊，秀贵他女儿，他就花一点，他女儿怎样？就开朗嘛。车祸，还有，是怎么样？开刀？医药。伊前一阵子开刀啦，啊，因为后来开刀了，身体还是袂啥好啊，袂啥好啊，就讲袂振动啊，袂振动，伊都搁找迄个中医师跟他调理呀。好，我就带伊。你们想干啥吧？好，就挂了。到了。对呀，好，我看到，你闻到啊？阿姨，什么迄个鸡啊？我去，卷着的迄个棍子的上面，最后真的假？真假呀？好，我是，都顶礼拜咩？我即马伫迄个上面，不是，我咧甲你吹啦，人咧问啊啦，阿伯，无是调啊，还是上个签的，伊家己签的，无我的代志。我来，我第一就做一个概念，我大叔，我大叔抓落来。哎，阿姨讲要用撸啊撸，我讲撸袂惯啦。哎，我讲迄是黑毛嘞，你撸会起来哦，蛮好啊嘞。白粉干。我讲老师甲签名底下签哈尼久啊，你安尼拢看，拢无咧看。无注意啊！是啊，他都。那你讲啊？啊对。那他今天怎么没有来？他每一次都我要打电话跟他说今天要上课哦，我今天没有打他就没来了。你唔知啊，所以讲朋友啊，在上课是安尼啊，无自己咧滚咧过生日。伤脑筋，啊，有时候他会打电话，啊，今天要。